領我中國國土色變。令我中國今日含冷，今日中國河山大地何等壯觀，我極愛中國，極愛台灣，極愛香港，極愛澳門，我愛的中國是美麗的河山大地。我並不是愛任何一個人物，我並不是愛任何一個政黨，我是愛國，不崇拜任何一個政治人物，以前滿清是非常之腐敗，以前反清復明，但今日中國河山只求你愛國愛黨，不容許有任何異見的聲音，中國大陸今日實行每對夫婦只准生一個小朋友，所以很多農村都冇曬人，十屋九空，農村的學校關閉，因為學生不足，他們要離開農村去到較遠的市鎮合班上課。在中國大陸是不容許你批評不容許你談論大頭奶粉，不容許你談論六四，不容許你談論劉曉波的和平文章。諾貝爾和平獎不容許你談論
假製品、有毒的食品，不容許你批評偉大的共產黨。在中國大陸只有一個共產黨，不容許有第二個政黨。共產黨是最好的，他們的領袖是最好的。今日的中國，偉大的河山大地，只有共產黨員忠心耿耿，感慨河山色變，感慨今日我想喊。 That's it. Thank you.